我是棉花糖，我是棉花糖的我是棉花糖的小陈。上次呢，我们错了两个题目。没有，要先说我们这次担任地球日、地球保卫战谜题的出题人。上次错了两个题目，第一题叫做什么是碳交易？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答案就是 A， 碳交易就是指碳排放量，然后把它当成资那个商品来买卖，然后也就是。我们常常在说的碳权啊，或者是碳资产。没错，而我们上次出的第二题是在河川中找到下列的哪一种鱼，就代表这个河川水质 very good。答案是西固鱼。你答对了吗？没有答对，没有关系，请继续的持续关注环境资讯中心。然后4月22号地球日，4月22号，然后。我们一起来，就是响应环保，爱护地球。没错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我是棉花糖。